放屁！这都一上午了，就那一个词儿，我都会了。岂不知道抽什么风？还学什么外语？好好干活，在这嘀咕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俩说啊，要向杨组长学习，这工作忙还不耽误学习。哎，你这就对了，到什么时候都得学习，都得有文化知识，是吧？ 不要说自己没时间，那都是借口。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只要挤就有。这玩意儿谁说的？爱迪生说的吧？嗯。哎呦，跟我读啊。band， 放弃。 一个负两次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普通车床不仅是加工精度差，而且啊质量还很不稳定。现在咱们就以这台车床为例，根据刚才几次测量结果，同学们可以算一下，加工10万个零件，它的平均精度是多少呢？ 贝叶斯定理，你还会这个？哦，我挺喜欢数学的，高中自学的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不读大学呢？家里有点事，我得出来赚钱。老师，我算出来了，我也算出来了，10微米。嗯，好，10微米是1毫米的1/1000，1厘米的1/1000。 看起来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尺度，但是同学们要记住了，在精密机械领域，每相差1微米，就意味着巨大的技术鸿沟。现在国际领先的机床已经能够达到1微米左右的精度，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个巨大的差距啊！老师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外国引进技术呢？他们既然有，我们买来用不就完了？问得好啊！ 你们知道巴统组织吗？听说过，巴黎统筹委员会，主要西方国家因为意识形态原因，限制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技术的一个组织。根据巴统的协议啊，凡是加工精度在6微米以内和5轴以上的机床技术，对我国那是严格禁运的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只能靠自己，别无他路啊。 您说这些，别说我们工人了，我估计很多技术员都不知道。那我们差距这么大，我们怎么追赶啊？从培养人才开始啊，小江，就说你吧，20岁左右，聪明伶俐，你应该去大学读书啊，去学高等数学，去学机械设计，去学自动化管理、自动化控制，去学计算机，这样你将来才是一个 合格的工人，我们中国人是最不怕吃苦的，是最聪明的。只要有一代人努力刻苦的去学，我们一定能够迎头赶上。好，辛苦大家了，早点回去，明天呢，我们继续练习。 有心事儿，社长，我想退社了。退社？你刚加入就要退，是不喜欢咱们音乐社吗？不是不喜欢，我很喜欢。只是以后我打算走读，要回家住，就没有时间来排练了。走读多没意思啊！ 为什么呀？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没事儿，
都是小问题。你要是信得着我呢，就跟我说说。不是我自夸，在中大还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喂，我找杨春柔。哦，这么晚还没回来？哦，晚自习啊。好，谢谢啊。 石头，嗯，上次开学你就没去送，这次有事叫你，你又不去，不合适吧？哎呦，他跟我说那事儿是他们女生生活上的小矛盾，我去了，我也没法协调，让他自己协调。那你总该关心一下人家，说点暖人心的话，哄哄他，这你总该会吧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春柔这孩子啊，从小也金贵，在家爸妈护着。 在学校，你们小哥几个护着，哪受过什么委屈啊？这现在一下住到集体宿舍里，肯定不适应。你既然喜欢人家，你就多去看看他，照顾照顾他啊。嗯，我这不没时间吗？那你明天下班不用早回来，你去学校看看春柔。我这儿没事儿，真要有什么事儿，我找刘姨、找乔姐都行。 也就是我现在身体啊不争气，要不然你现在也在学校里。哎妈，我跟你说，这两天我想明白一道理。什么道理？虽然我没上成大学啊，但我还得学习。我要不学习的话呀，什么将来有什么出息，成为什么国家的栋梁之才，都是空话。儿子，你想通了？嗯。想通了好呀。 赶紧插班复读去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以你的底子，明年再考没有问题。我还得上班，三年俩还得吃饭呢。我是这么想的：我呢一边上班一边自学，我努努力，三四年的时间把大学课程全部学完，到时候我和真正大学生啊就差一张文凭而已。儿子，你太辛苦了。 这些体育生啊，最怕的就是教练。我让篮球队的马教练敲打敲打他，谅他也不敢不听。马教练能听你的吗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我可是篮球队的主力，跟马教练熟得很。社长，你可真厉害，什么都做得这么好。这些都是小事儿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在中州大学，还没有我刘天宇解决不了的事儿。
同学们，我们中文系90级文理班，一共录取了26人，可是到开学的时候，只有25名同学前来报到。那么还有一名同学在哪里呢？为什么没有来及时报到呢？那是因为就在开学的前几天，这名同学做了一件。 见义勇为的英雄壮举，因此耽误了开学时间。现在，这名同学已经来到了我们教室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名见义勇为的段永平同学。玉明同学，你来说两句吧。 三名女生宣誓，我们永远忠于你们。 你肯定是划算数啊！嗯，那你也得改正你的错误，注意宿舍卫生，每天都得整理，还有就是不能欺负同学。改正，我一定改正。那你原谅我吧。原谅了。哎，够意思！你想要啥？我送你一张木铁铸签名的明信片，要不要？好。 小江，这几天辛苦你了，谢谢啊。易教授，您太客气了。这两天跟着您，我学了不少，我得谢谢您。您什么时候还来梁机场啊？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课。啊，我马上要去其他的工厂调研，近期啊就不来了。那祝您一路顺风。小江，记住我的话，一定要继续好好的学。 将来啊，会有用处的。我忘不了您的话。再见。再见。
小佳，这是我的课程表，我在教室里为你留一个位置，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旁听。 谢老师，咱们课堂上见。。学长，你这招真灵，杨琦他跟我道歉了。还说什么以后要给我当保镖，他这人还挺逗的。这次真的要好好感谢你。能够为漂亮的女孩效劳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社长，要不这样，我请你吃个饭吧。要不是你帮我解决问题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真的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赶紧上课去吧，哎，别当一回事啊。好。开饭了，开什么饭呀？脚拿去，吃饭的地方。睡着了。是，一看就是学习类的。嗯。给，今晚师徒有事儿，这几个菜啊，你给柳玉送家去啊。嗯，我等会儿去。哎，杨润清啊。嗯。我问你个问题呗，这两天你老念叨一个词儿叫什么 ？abandon， 什么意思呀？这你都不知道。放弃，不干了 ，abandon。你还知道放弃啊？我看你是快放弃了。你手劲大不知道，不知道轻点吗？你闭嘴！是应该放弃，太难了。你们觉得我今天表现怎么样？是吗？是吧？杨春柔。哎。叫我，我过来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刘天宇的女朋友。哦，师姐，你好。别套近乎，谁是你师姐？你知道我来找你什么事儿吗？不知道。我来正式的通知你，以后离天宇远一点。你说什么呢？人家春柔有男朋友了，她男朋友是军校大学生，春柔是准军属。你自己有男朋友还跟别的男生腻歪，更不要脸了。你说谁不要脸呢？啊？啊？你说谁不要脸呢？你说话客气点啊。是他。你是谁呀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她男朋友，你是大学生，说话得讲道理，别欺负人。男朋友，她男朋友不是飞行员吗？怎么没穿军装啊？不知道，不穿军装也不该穿这事儿吧？就是。石头，你别管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头我再找你。不是，他欺负你，我怎么不管呢？哎呀，我刚才听错了吧？我以为你男朋友是开飞机的呢，后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修飞机的呀。你管我修什么呢？你要再说一句。信不信我先休休你？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让你管了。哎，春柔，春柔，春柔，找了这么一位，原来是个工人。我爸在车间里的时候又脏又累，每次回到家里的时候都带着一股机油味、臭汗味。我不想你变成那样。
知道不穿军装也不该穿这事儿吧？就是。我以为你男朋友是开飞机的呢，我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修飞机的呀。希望咱们今天能抢到第一排的座位，咱俩坐中间吧，前面分比灰太多了。这你就不懂了，我妈说了，吃亏是福，吃灰还长知识呢。快点，来一下。要叫你呢，去吧。嗯，那你先进去，帮我张座。嗯，关于机械设计的基本原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下堂课我们开始学习齿轮机构的内容，请同学们提前做好预习。下课。老师，怎么样，小江，跟得上吗？跟得上。您讲课的时候啊，我想的都是在厂里干活的时候那些遇到的难题。您看这个，这上的图和这字儿，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的。好啊，好啊，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，学以致用，用以处学，学用相长啊。这样进步是最快的。哎，厂子里边请好假了吧？没耽误工作吗？没有，我这白天上课，我跟厂里申请的都是加夜班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加班。啊。那你也得注意身体啊。哎，没问题，我年轻，一天睡上4-5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是我家里的电话，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今天咱们的课呢就上到这。下课。学说几句话。本人来到华大，只想好好学习，没有任何谈情说爱的想法，也没有那个闲工夫，所以奉劝大家不要再给我写这种乱七八糟的信了。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可就当面读出来了。哎，刘老夏，哎呦，这读信它多累呀！正好我这儿又写了一封。要不给大伙儿念念啊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尊敬的袁小夏同学，你好，我是刘振刚。当我看到你的第一眼的时候，就被你的魅力所折服。你在我的心里。刘振刚，停。别人写信我都不说什么了，你怎么还好意思给我写信呢？你不看看你自己，哪里点气的，还没我阳刚呢。别起哄，别起哄，别起哄！这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是不是？你要是名花有主，那我们祝你幸福，是不是？不过你要是单身一人嘛。那我们哥几个都有追求你的权利啊，是不是哥几个？气什么哄啊！别闹了！那天怎么回事？
什么，那天就是心情不好。你是看见我那身工服心情不好吧？不是，我就是跟他们吹了个牛。其实也不算吹牛啊，你本来就考上军校了。只是你一来，我当场就被人揭穿了。那我也是要面子的呀。那既然那没面子，我走行了吧？哎，你烦不烦人啊？杨春饶，你能不能面对现实？你离得开我吗？你离得开我吗？离不开。你看他们，我们原本就应该像他们一样，在大学里边就可以公开的谈恋爱，多好呀！我们现在不好吗？现在好吗？人家每天都可以在一起，一起去食堂，一起上自习，咱俩能吗？多久能见一次啊，咱俩？哎呦，我现在不是特别忙吗？我又得上班，又得上课，我照顾家里头，我还得来找你。我一天我才睡几个小时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把我的排在最后。你别那么别扭啊！我现在那么累，我为什么呀？我就是为了所有人都能对我满意。再说了，虽然我不是大学生，但我有这个自信，我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。盲目自信。上学不好玩，咱们今年就别去了吧。那不行，我哥说小孩必须上学，上完小学还得上大学呢。你哥说的不对，上完小学还有初中，初中完了才是大学。啊，真的？那大学之后呢？没了，大学之后就是科学家了。我一定要当科学家，我得去上学。你不去呀，我自己去。啊，说好了，我只陪你上到大学，然后我就去当飞行员了。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去上学。走。小夏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快饿死了。事儿太多，忙忘了。上车。坐稳了吗？坐稳了。坐稳了，走了啊。走吧。走喽。最近都忙什么呢？吃饭还能忘？没忘。跟你吃饭是头等大事，怎么会忘呢？我就事儿太多了。都什么事儿啊？学生会宣传部一大摊事儿，我又是班级里的团支书，同时呢在文学社当编辑，又兼着广播站的通信员。我最近真是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如鱼得水啊你。没有。别说我了，你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啊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我们系呢，女生少，男生多。你是不知道我们班那男生到底有多讨人厌，简直就是幼稚无聊。哎，春柔，春柔，这是我们新来的社长王大力。社长，这个是春柔。你好，春柔。你好，王社长。我还有事，你们聊。哎，拜拜，社长。拜拜。哎，咱们刘社长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他已经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大四开始实习了呀。
上周外企过来外语系招人，第一个就把他要走了。是吗？你说，我又不能跟他们真的撕破脸，对吧？我就是想要一种正常的同学关系，一个纯粹的学习环境，这倒还成了问题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会觉得我特别矫情吧？其实这事儿也不难解决。你有办法？办法你同学不都说了吗？只要你有男朋友，他们就不再纠缠你。你这不废话吗？我就是不想找男朋友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要不我当你男朋友？段云平，原来你也没安好心啊！亏我还把你当成哥们儿。假的，假的。我当你假男朋友行不行？假男朋友？就像是演戏一样，就我们两个人挽着胳膊牵着手，在你班同学面前晃一圈。凭我的身高跟长相，稍微有点自知之明的，肯定就不再痴心妄想。然后这平时呢，我有空的时候就陪你去图书馆，看看书，上上自习，偶尔看个电影什么的，保证别人不会怀疑。这不行，那你怎么找女朋友啊？不找。小夏，我跟你的想法一样，大学嘛，一切以学业为重，不考虑个人问题。认真的？哎呀，小夏就这么定了。虽然我没当过男朋友，但是我会演啊，我保证，演的一定比真的还真。不用太真，差不多就行。这最后咱们俩都打成真了。那，预祝咱们演出成功。肯定成功。干杯。时光荏苒如飞梭，这个月亮升起日头落，四年的时间眨眼过，咱们兄弟姐妹个个有收获。那大学生学完了高数学几何，学会了几何找工作。那临时工是又会车了又会磨，起个钳工台上亮绝活。瞧瞧他再看看我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。日复一日糊涂着过，那远大的理想没着落，没着落我也快乐，有人过得不如我，工厂如今落了破，这厂长比我还难过。杨厂长，今天不管你怎么说，你必须给我退货。咱就说这笔反来，十个里面有三个密封不好，我敢用吗？用了可是要出大事啊！小老李啊，说要全部都退了，确实有点难。这里头不是还有合格的吗？把那些不合格的退了不就行了吗？质量关应该由你们来掌握，我们不可能挨个检测哪个合格哪个不合格，我也没有这时间呀。我的工期本来就很紧张了，要是因为有你们耽误了工期，那不光就是法兰的问题了。我说老李啊，你也得考虑考虑我们厂的实际情况啊。就算我现在答应给你退款，我也拿不出钱来呀。你说，货款一到，马上开工资，还贷款，上保险，报销医疗费，这眨眼的功夫，这账上就没钱了呀。那我不管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不是，老李啊，别为难。哎，你看人老张他就心疼我，咱直接去报社，对，去曝光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可使不得啊！你这不是砸我们厂的牌子吗？不想砸牌子就退货。这样吧，老宋今天就回来，等他回来，我跟他好好商量商量，看你们这件事儿怎么办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晚上我就住这儿了，等您回信儿，不走了。
你看我猜的没错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何真王小太不负责任了，你去找厂长汇报吧。我师傅，你去吧。你发现的问题，当然你去啊。哎呦，不去。哎，快去，大小子，这是个立功的机会啊！我快去。杨明，许巍。赵鹏辉，行了，剩下这几份啊，我自己来吧。你们先去吃饭吧。啊，行，那辛苦你了，大师恩。行，那我们先走。哎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云平啊，还忙着呢。魏主任，您回来了，辛苦了啊。不辛苦，嗯，这都是我们学生会应该做的。啊，对了，这几天班里有没什么事儿啊？有什么情况要及时跟系里汇报。你可是学生会干部啊。没事儿，一切都挺正常的，只是眼下马上要分配工作了，大家呢都很关心分配政策，尤其是流行指标。啊。啊，您稍等。好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哦，你说这事儿吧，这毕业生分配呢，这工作刚刚开始，还在商讨之中。放心，一切都会按政策办的啊。主任，我听上几届的师哥师姐说过，说每年啊，这个流行指标名额有限，留给咱们最优秀的毕业生，是这样吧？那是肯定的，北京是首都，是人才汇集的地方，不优秀那也留不下来呀。云平啊，你这几年的表现呢，那是有目共睹，不但学习出色，而且这个团支部学生会的工作你是一样没落下。我相信啊，你不管到任何地方都能够成为有用的人才，你说是不？这主要来感谢主任这几年对我的培养。主任您放心，以后不管我到哪儿，我都一定记着您的好。嗯，哦对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是不是该吃饭去了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主任，您先忙着。哎，好。小夏，嗯，我到系里拿了流行工作申请表，给你也带了一份。哦，每个人都要填吗？填不填随意，每个人都有。其实啊，我们填就是凑热闹，你填才是真有用。不，应该说你填也是走个形式，连续三年专业第一名，就一个流行名额，也得是你啊。哎，咱们学校这期校报你看了吗？没有。青年诗人裘然客又有大作发表了。完了，作者又要来问我读后感了。他写的那些东西我真的看不懂，什么命运啊、死亡啊、花啊、草啊，这一切我都看不懂，每次都跟个大傻子一样。那是诗人、艺术家，跟咱们普通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。哎，你就说他这笔名，嗯，明明是个笑眯眯的小帅哥，非得起这么个名字，裘然客。在背后议论我呀？夸你呢，大才子！吓死我了！大才子一进来，我瞬间觉得自己光芒四射了。夸人可以，别太肉麻。谁夸你了？我是说我自己，又成电灯泡了。行了，去你的吧！走了，熄灯，省电。你怎么来了？再忙也得吃饭啊。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？酸菜馅饺子，嘿，哎，不能放手指上。哦，那个，拿着这个，抱着，呀。小夏，嗯，这是新报纸，你还没看吧？我从来都不看。这张必须得留着呀，对吧？拿这张，这张没问题。你慢慢吃，我给你读一下我这首新诗。你之前不一直说我写的东西你看不懂吗？
这回啊，我特意写了一首质朴清新的。好。命运，求然可。银河里，春风浩荡。天琴做的和弦如此清越。石壁上矗立千万年的面具，与响彻天地的轰鸣中坍塌。小草悲叹，因他看到了蝼蚁的身影。小夏，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好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半生。